大家好，我是小草月。这一场是藤原拓海孟婆的三姐说。那你觉得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喜欢，同时打开小铃铛。那左下角可以看到推荐的出装跟阴阳术。那想要参考的这朋友们可以按一个暂停。那阴阳术显示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消失。那相信大家看过刚刚那个精彩片头之后，一定对这角色有十分好奇啊。我觉得这角色完全就是我的 main 角，专精式神。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我这台 A186， 不是，是这个孟婆的这只角色。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期的一个情况好了。在这角色呢是走一个上路位，那但是呢由于他本身的这前五级的技能组没有大招的时候非常的弱势哦，就可以看到上一集介绍的这个慈母童子是直接把我们的血量打得有够惨。那我们前期呢尽量不要推到兵线，让小兵往我们这边靠，去捡这个小兵的最后一下普攻，去增加前期的经济，等到撑到六级之后会比较好受一点。那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孟婆的技能组。在被动的部分呢是增加移动速度，会额外提供物防跟魔防。那一技能呢它会往前丢出一个范围伤害，那造成伤害同时还会有缓速效果。那先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东西哦，就是在瞬步旁边的这个神形，有没有看到一个形字的，这个呢是可以传送至这个塔或小兵身上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呢回城之后瞬间回到线上，或者是在线上打了一半的时候利用这个神形去下半步去支援队友。那基本上呢孟婆必备的就是瞬步跟神形哦，因为这角色本身前期打线比较劣势，他需要靠这个神形去回线，去撑住自己的线，不要让塔掉。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这只角色是一个团战型的式神，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利用团战去取得优势。那再来是为大家介绍这个二技能，在释放过后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放了这个，有没有释放过后呢，你在行走过后会留下一个毒物，那对方只要碰到就会受到魔法伤害跟目标最大生命值的 1% 的这个伤害。那我们这个技能呢是可以持续8秒钟的，可以搭配我们的大招跟逃跑进攻的时候去使用。那再来呢就是三技能的这个加速，按下去之后呢可以提高自己的跑速。那如果是大绝的这个冲刺状态，这个脱飘状态，它是可以获得一次马力加大的，就是一个氮气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终于在这里升到六等哦，这个游戏呢这只角色就是升到六级那一刻开始游戏才正式开始进入到主轴，好不好？我们前期被这个慈母童子打成白痴没有关系，等一下就让他知道车神的威力。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大招，我们称这个大招为这个藤原拓海。那你弯得过去就叫拓海，弯不过去就填海了。那开启大招之后呢你可以有13秒的一个加速时间，那会有一个321 Go 的动画，还蛮可爱的，等一下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那撞到敌方式神之后呢可以造成伤害跟击飞，那同一个目标每6秒只能够撞飞一次哦。那但是后续撞到的话还是会有伤害的。那再来是这个技能呢是可以载着队友一起出发的，所以你想要把妹的话玩这就对了，赶快载着你的妹要去兜风。那么这里呢终于上到了六等之后有机会要来抓一波了吗？这边中这个对方的中路是残小，这个321 Go 直接开着一个加速冲啊，这个脱票之后毒到他之后再 biu 直接把他撸爆之后呢，我们这里再一个脱票甩尾，漂亮，就这样子直接回我们的上路。这个你想干嘛兄弟？我在这个开启这个86模式的时候是免疫控制的哦，不要想要把我打下车啊，除非把我杀掉。那么这边呢由于没有大招了，这边是杀不太到对方的，就是慈母童子他很坦。我们这里呢跟着队友，队友想要塔杀，跟着我们的上爸爸先把兵线给清掉，跟着这个大天狗，等一下这波兵线进去。好，兵线进去之后呢这里我们就直接开着一个二技能加速，之后丢一下一技能缓速之后我们这里扛一下塔，之后拉开，这边成功收掉之后我们这里赶快往后撤，这边是不太能打咯。那这一波呢打得有点拼哦，因为我们的意图太明显了，是想要塔杀的时候已经多花了10秒钟左右，对方的这个中路打野都过来支援，那我们这边就迅速把兵线给刷掉之后果断的回城。那么这里呢就随时关注这个小地图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大招呢其实是可以直接从我家冲到他家的，这个距离是很远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留一下去脱飘进攻。这里打了一个机会，一个321 Go 直接开一个加速冲啊，这里撞到了对方，被闪过了没关系，那就撞别人，再一个脱票回来，丢一个一技能之后再往前冲，直接一个车祸三宝撞到两个人，再回头再顶一下，漂亮，直接找回最初的感动，平安京脱票高手。
之后呢，这里呢，为了保护一下大天狗，我们直接按这个传送回去上半部哦。那这就是带神行的好处，如果我们走下去，直接一个大招打完一个会战之后，回城再回到上路，又是一条好汉哦。那么这里呢，就稍微拉一下我们的天狗呢，天狗兄，这个大招不是这样丢的、啊。那大天狗呢，是签到七天会免费送的一只中四神啊。它的这个一技能就是前面范围，二技能是指定的击飞，那三技能是一个大范围的伤害，所以你最好是先利用指定击飞，之后接你的一三技能去打到对手。那他刚刚直接丢了一个大招，是吓到我也吓到对手啦。那么这里呢，想要尝试去在我们家的上恩去杀敌啊，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哎，这边有团战打，这边对方是一个弱势之后还走这么靠前，感觉是有戏哦。但这边哦，对方很冲，我们先往后拉一下。哎，这里找了一个机会，开了大招，三二一 ，Go！ 结果被变身了，我们被对方的这个辅助变成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把我的车变成 A185 啊，直接爆胎。没有关系，我们这边就拖不起来，我们只能用走的。那我也是经过这一次的这个被变身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在三二一 Go 的时候是有机会被中断掉的，所以你要尽量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放这招技能哦。那么这里呢，把上半部兵线推掉，有没有？对方的这个上路也是直接一个传送回塔。那基本上现在上路的角色都是带传送比较多，就是这个神行哦。那么这里呢，队友尝试扣了一个大龙，我们就跟一波。这边我们是有优势，就算临时拉掉也不亏。我们就尝试抓一波，看对方有没有发现。那这边吃的速度算偏慢哦，由于我的角色跟就已经增添打这个大龙都算慢。所以呢，我们这边就稍微往后拉一下，这边突然打起来了，哇！我们的这个天狗是把这个大绝带到我们身上了，被爆了一波血量。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慈木童子怎么样玩跟怎么样对付的话，你可以参考我上一部的影片哦。因为刚刚那个天狗呢，已经吃到大招之后，再教这个瞬步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我们这里丢一个一技能，留住他，之后呢把他杀掉之后，这边回到上半部去推一下这个兵线。那就可以看到孟婆在没有大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无力的、啊、那再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装备哦。如果你是想要看我影片想要玩这个角色的话呢，建议一定要参考我的出装哦，因为我试了很多场，我觉得这一套是我目前比较喜欢的。但我们现在很忙，我们现在有没有找到机会了？对方很靠前，我们要来大招以就位了。我们这里呢要载乘客上车了，好不好？我们这里呢先帮他吃一下 buff， 这里呢开启我们大招三二一，哎，载到乘客了，这边 let's go， 一个脱飘加速，再一个甩尾开启我们的二技能冲啊，顶到两只。我们这时候呢，上一个出来之后秒掉了这个中路，就再往前脱票去撞一下这个妖刀机，撞一下之后呢，我们这里哎没有了。好，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任务达成，收掉了一只打断对方阵型。这里天狗的一个大招再次秒掉对方辅助。那我们没有大招的时候呢，你记得在附近装盲就好了，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就这样子走来走去。那我们的这毒物也碰不太到对手，对手也不会想踩。那我们就丢一下这个一技能，一技能假装有在做事哦。我们这里呢就赶快回到上路。那基本上呢，孟婆就是一只大招丢完之后就可以回去边线去带这个线的角色，因为你留在那边也不太有什么作用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装备哦，在左下角可以看到第一个红色的这个鼓有没有？它就是所谓的火甲、火斗，你们认知的这个装备哦。这样讲应该比较明了，它要给生命、物防还有回血。那每秒会造成自身周围的这个魔法伤害。那我们鞋子呢就可以选择出物防鞋或者是这个魔防鞋。那魔防鞋是有加韧性的，这里中路打起来了，二话不多说直接一个神行到战场，躲在草里丢一个大招，三二一冲啊 let's go， 又开始我们的脱票旅程，撞到一个两个，再撞一个三个，这里再一个漂亮的脱票绕一圈， perfect 完美退场。好，任务结束，我们这里呢就直接卡墙之后呢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哎，想要吃一下大龙，但发现队友好像有点远，哎，这里能吃吗？啊，看起来是好不太行，那我们就回去上路带线。那第三件装备呢，是一个蓝色的扇子、哦，名字比较难记，叫做山吹花镜，也是有这么一点难念的、啊，好不好？那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装备名称我也记不起来，我也是看着念的。那它有一个魔法伤害，最大生命值 10% 的冷血。那再来是你造成魔法伤害之后，会使目标3秒内受到 4% 最大生命值的魔法伤害。那就非常适合我们孟婆的这个角色，我们需要的就是坦度跟持续的法伤。这两件装备基本上绑定一定要先出，不然你的 A186 你才刚开始开进去要加速而已，你就被对方打到爆胎了，这样会很糗，好不好？那再来第四件装备呢，有给魔伤还有 10% 的跑速，
那前面有提到被动的部分呢，跑速是有额外增加双抗。我们这里呢来帮这个上吃一下这个章鱼烧。那吃完章鱼烧之后呢，这里开启我们大招321 ，Let's go， 冲啊！一个拓海又开拖，直接撞到三个人之后，我们这里上爸爸太早跳车啦，兄弟，他去世了之后，我们这里救不了他了，我们这里直接被打到爆胎。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填海哦，就弯不过去就填海了。那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装备好了，度过一下这个死亡时间。在我们刚刚的这第四件装备啊，它还有一个被动效果，就是你的魔法伤害呢会对每一个目标造成一次的额外魔法伤害。那9秒内同一个目标只能够触发一次哦，但是我们的会战进去之后，基本上四五个人经常碰到啊，这个是很痛的。哎，那这里中路好像又要打起来了。我们先在草丛旁边蹲一下，确保我们的86可以发动起来。321，好，又要开始拖了，兄弟们 ，Let's go！ 直接撞到对方慈母童子，一个拖票回身，再顶一下这个妖刀姬，漂亮的一个双杀，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吃大龙了。哎，率先抵达终点 ，finish！ 直接撞到这个八岐大蛇，不要不要的。那可以看到我们第五件的装备是一个蓝色很像天灯的这件装备，它会给一个生命值、法抗，还有加速 10% 冷却。那它的这个被动呢，是你普攻跟技能伤害造成的时候，都会降低对方的魔抗10点，那可以叠三层。那最后一件装备呢，是一个减治疗的护甲，那它会提供你物防跟生命值，之后你受到了 25% 最大生命值的时候，还可以反弹对方，让对方降跑速跟攻速。那对方如果用普攻打你的话，他就会受到这个降治疗的效果。那我们这里呢，就来点一下这个下塔，这边没有人守我们啊，这个外塔他们也不能守。我们这边有着大蛇的这三波，稍微等一下，这边上路还是没人守，我们就再多点两下。但我们这角色点塔还是偏慢的，点两下之后，对方慈母童子来守了，我这边就先往后拉，找一个机会看能不能够就脱飘，开始到处乱撞一波。哎，这边冰箱进去喽，感觉是一个好时机，这边蹲在草丛里面。哎，321，哎，上一个上车之后，我们这边开始脱飘加速，先撞掉一个。就这里再往前顶到一个之后，这边一个脱飘直接往外拉，再一个180度的侧边唰，直接秒掉了对方的这个中路啊 ，perfect， 再一个完美下车，让你知道车神的厉害，前期让你嚣张，好吧，我们这里再杀掉这个妖刀姬之后，你就来去点对方的这个高地内塔了。那相信大家对这个装备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啦。其实这个游戏的装备我觉得还蛮贴心的，就是他会直接把这件装备大概的效果写在他的装备名称下面，像画面上大家现在看到这样子哦，我觉得还蛮好的，让大家可以轻松的去认知到每件装备的效果。那么今天的186孟婆实战解说就结束咯，如果觉得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喜欢，同时打开小铃铛，有任何想法或想看到的弑神解说，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